所以啊，我们中国式的民主啊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出头，都可以当王，对，每个人都可以当王啊，你自己去做，你就起来了，不像是啊西方式的民主啊，投票推出某一个明星，是不是？奥巴马啊，马英九啊，某某某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去顶一个人，不是中国式民主不是这样。只要你自己去跟工农结合，一边这个还继续的加强自己的学习学科，这个你自然就成为王了，你自然就比人家厉害嘛。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。那你说这个民在哪里？民在我们的肚子里啊！我跟底层的这个人，这个搞了那么久，他们随时都可以跟我讲话啊，对不对？随时都可以跟我反应啊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民主啊。对不对？同西方啊，这投票式的民主不同的是啊，我们自己可以经营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在这个在人之上的啊，成为一个好像成为一个王者的这样子一个经营之路，每个人都可以，每个人都可以，啊，不需要把投票去把某某人挺起来哦，一个政治明星，不需要这样子。这懂意思了吧？只要啊，你去跟工农结合啊，然后还一方面啊，加强自己的学科啊，你自然啊，你也是个王了。你不用去投票投给某某人啊，一个某某某某某某，对某某一个代表，你自己就可以当王了，自己经营自己的一片这个一个目标，对不对？做哎。你有没有觉得这种人生比较美丽啊？对不对？这种人生比较美丽。哎，我的一个目标，我自己经营出来，我自己耕耘出来的，我不要去堆某个明星出来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就是王啊！你不要去推某个明星了，你就是王。